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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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我看一下他们冰箱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噔噔，我看酒，都是酒，因为这家有一个酒鬼。东西。What？ 你说什么？怎么突然说那个？你说什么？不用心。因为你那个发音的时候好搞笑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跟朋友之间好像开玩笑的那种语气来讲，但是你说的很严肃的讲，或者。不用心啊。重新出来。不用心。好。卡，开始走。出来。来，出来，拿哇。拿哇。 不是娃娃，你真的好像有毛病的人。酒鬼了，韩文怎么说？酒鬼，鬼鬼的。酒鬼。哦，但是比较好玩的是，주정뱅이。주정뱅이。哦。주정뱅이，娃娃。娃娃，娃娃。주정뱅이，娃娃。娃娃。你要是这个跟韩国人说的话，韩国人都会很搞笑。真的。这个单词怎么知道有这样的感觉？哦，你的。 真脸出来了，真脸。嗯，没有化妆的。来，首先这个来用起来。好用吗？好用，脸会瘦。所以你的脸这么瘦吗？每天啊。真的。对啊，勤劳吧，没有每天的。偶尔。骗人。太累，每天太累了。哎，雪莉出来啊，聊天啊，不会拍到你啊。嗯，我需要你。不是，不是雪莉，刚才的那个。 怎么说？不用心哇，娃娃，你才是表情。不是，我都没有跟你说，你他跟我说。他跟我说酒鬼很难忘记怎么念。我们的酒鬼来了，天天喝酒。看自己，好看吗？好白呀，好像鬼。给你们看，有一个白痴笨蛋。谁是白痴笨蛋？ 我吗？没有啊。这个，才是那个。这个，这位是傻逼。傻逼。这位是傻逼。你要一直拍我吗？关吧。我要研究的相机，好像没有很美肌耶。你刷好大力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你牙齿都在流血啊！你刷好大力哦。 就是你会在我们家、啊。哎呀！太棒了！哎呀！不是很好吃。我觉得他真的有点怪怪的，喝醉了，酒鬼。 我给大家看一下酒鬼的样子。陈琳，刚才的那个跳舞的，给我看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现在喝醉了没？没有，没有。<笑>明明喝醉了。明明喝醉了。老表，我问你，陈琳天天都是这样吗？没有啦。没有吗？他昨天前天没有这样嘞。 九天前没有见，<笑>那一次是三天前有见。<笑>没有，可能是因为看到你啊，看到你就想要心累，嗯，心累。心累，你看到我心累。心累，所以。哦，有病，有病。陈琳，你给我看，<笑>有毛病。<笑>这个可以上传 YouTube 吗？ 你这个样子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哦，你给我看。<笑>
끝인가 보다.